看到你妈妈了，你还认得你妈妈吗？好感动的画面啊！诀别七个月后，来拿你拥抱。两只躺下动作都很像。他已经到我们家自月来了，现在已经半年了，不过大概七个月而已哦。啊，他还那么小，还是个屁孩。对啊，我今天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带小花回娘家。你觉得他等一下见到他妈妈会有什么反应吗？应该会感动到流眼泪，不会互相自杀。可能这样感受到，因为他目前还没有任何狗的社交经验。其实这次带他去见他妈妈是有意义的，他对他其他狗可能会凶啊什么的，不懂得跟他交际。对，他如果对自己的妈妈，应该就懂得什么叫交际了，毕竟是有关系的。对啊。好，走，妈妈下来找妈妈了啊！很激动啊！哦，不知道认不认得呢？哇，超大只的，小花怎么那么大只？太夸张了！比他妈妈还大只啊！你还认得你妈妈吗？好感动的画面啊！诀别七个月后，这是恁查某囝啦，你是嘞？走，带儿子去玩。来，走，看妈妈。这样小花还会再大吗？不会，口袋型，那头还会再大哥一点吗？可以让他吃牛骨，那咬去练他的那个咀嚼肌。来，跟妈妈的见面。坐下。好，小花来。解脱，它毛色很漂亮哎！哎，看毛！哇，你凶哎！你凶妈妈干嘛？你这不好看，然后出去啊，谁敢？就敢搞真爱！对啊！妈妈拥抱！哈哈哈哈冷静点！喂，你妈根本没在怕你，好吧？还想喝奶啊？哇，还没断奶是不是？你叫声雄壮威武了哦！来，去，开始舔他。会知道他是他的我吗？应该知道，一样的味道。哇，你很凶啊！给他们两只娃娃，应该是不会打架的，应该是不会。他是想舔而已啊。为什么就不能温馨一点？他应该没有跟其他狗玩过吧？对，凶他一次，让妈妈咬他一下就乖了。自己的女儿自己教啊！对啊，你要教他。妈妈已经快受不了他了。刚刚我和平共处一下，凶就凶一下而已。哇，一直跟着妈妈。我们两个真的是屁孩子一样大。小花子屁股在很小。我生过跟没生过，跟他超像的。你们两只怎么？哎，耳朵也很像。喂喂喂！小花，你凶了，他妈！冷静，都两个。我不准躺下。他会躺下吗？会啊。躺下。哎，好可爱哦！两只躺下动作都很像。好，那我要放小花上。头痒。我之前没有关它，我家的家具都很糟呀。你看我的音响也被咬烂，他把我的柔具也都咬烂了。用狗体力其实没有很好，嗯，一下就累了。对啊，喂，哈哈哈哈，给点温馨感可以吗？还给你妈，完全没有温馨的画面。哎，你还咬他，你妈不跟你计较，你看。对啊，他不跟你计较是因为他知道你是他女儿，然后。不孝女，冷静一点可以吗？你很好，没有乱动。你像是被他欺负的那一个，慢慢靠近就好了。好，对嘛，这样多好。你要舔他耳朵，他会兴奋。你们两个就好，和平共处，不可以咬。再停下。我一直以为会有温馨的画面。对啊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他真的好烦哦，就一直跟在旁边。哈哈哈哈哈。很温馨的，真的是。不会想。哎，他们现在好像变蛮好的。这个。走，注意力永远都在他身上。对啊，懂了。好，拜拜。叫你妈下车啊！你真丑。喂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打架哦，我揍你哦。
人家说狗吼，只要愿意躺着这样给你摸吼，它是信任你，因为一般肚子是最脆弱的地方，它敢给你躺着这样子摸，它代表是它很爱你，或者它很信任你。还有脖子下方。哈哈哈哈哈！爽啊！你们这样子两眼一边哦，他们真的是母女吗？感觉已经不熟悉了，但是慢慢的会熟悉了。看起来对他妈一点留念度都没有。我觉得完全没有。你们也感觉得到吧？他完全没有想过他是他妈妈的感觉。我觉得从刚刚到现在，在想说他们到底有相认了没？这个对他容忍度比较高一点。哦，对，有可能认得他。好，小二带你回家了。